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快情看房。今天呢，为大家来看的这个物件呢，是位于大阪府高龟市的一栋中古的一户建，它的土地面积呢约为208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呢两层129.60平方米。房子的西向呢是一个大院子，可以看到整个西边的风景，因为没有遮挡，所以说视野特别的好。这个院子呢可以种点花花草草，也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进行烧烤，或者给小朋友放一个游泳池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那现在我们去室内看一下，首先这个是玄关，从玄关进去呢，左边是一个榻榻米的房间，可以直接连接到客厅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看过的院子。这边是客厅部分，大概有31平方米，也是可以看到刚刚的院子。物件呢是建于1991年，所以说房间内还是需要一定的装修。洗面台及放洗衣机的位置，然后这边呢是浴室。一楼的卫生间，让我们去下二楼。从二楼看下去，可以看到玄关是一个中空的挑高。二楼共有三个房间，两个榻榻米的房间，一个地板的房间。其中两个房间都可以看得到阳台。最后是一个小仓库。